墓地门这边墓地门的附近。对，那这样的话首先是要往中塔探一手，但是守卫者这边也非常聪明啊，知道你这个刷点一爆，那直接是往外发散去走了，不会有人去留在中场。哎，那第一个遇到的应该是九霄的佣兵，然后是张玉剑的前锋，感觉不是很舒服。哎、关键他这会儿还不知道是对，还不知道，还要被这个佣兵去拖一会儿。对，那九霄这边其实聪明一点的话，可能还要再给你藏个头。哎哎，还是没看到，还没看到呢啊、再拐弯，现在看到，终于看到了，这不得逼几个护腕再走？对。一组雕像，一个护腕啊，那行了，可以了，目的达到了。中场的话，张玉剑的前锋怎么说？啊，天哪！追不追？追了，那追了，追了。这也这时候已经不是说看谁追了，这时候是必须得追了。没看到，直接拉了半颗球。对，还换节奏吗？不能再换了吧？但是这个前锋你真不好处理，看一下张玉剑怎么处理，板子直接下。这样的话，感觉是没有带快踩。是。看一下，因为前锋牵制雕个家的话，一定不能省球的。对，张玉剑这边怎么选择？哇，直接提前拉球上楼了。直接拉球上二楼，手里阿福这边的话带的是个闪现，那大概率应该是底牌挽留吧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球量仅剩四分之一多一点。是。前面要给一个石雕，要鸟，可以。给鸟，但是我们知道给鸟的话，它其实没有一个受伤加速的影响嘛。对。所以说的话，可能距离拉不太远。再拉球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要把球差不多拉完了。是的，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吃到雕像啊。对啊。看一下前面，要给实体刀了。然后给一刀，一个双向加速，看张玉剑转中场继续绕。哎。然后独洞那边的话，上戏的大洞已经接好。是的。啊，还要去上二楼，一个交互夹没有夹到，没有夹到，太快了，没有选择上二楼，直接钻了一个祭司塔的辅助洞、啊。这个洞是提前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哎、是的，前面要钻大洞。但是这一波你大洞钻完之后，其实距离不是特别的远。哎，哎，可能想了一下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对，这一波你走完之后，应该是大概率是摸不起来的。两百银窗区其实还是可以玩的。是的。啊、前锋的话，看看密底盘窗。哎，但是阿福肯定不会翻，先闪现带走。那这个其实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，总共欠满打满算欠了将近两台半。是的，因为毕竟一开始外围队友不是特别敢修。是。我的兵马机都亮了呀。其实这一把的话，我觉得龙武这边求者他兵马机安排是非常合理的。是的。他是把整个中场放给了前锋去牵制，其他队员这边哎。哎，等一下，上戏这边夹到一下，啊、两下，这是一阶雕像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的天，这个感觉有点大意了，有点大意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机会不该给的。对，那九霄这边救人下来之后必定二阶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讲道理，讲道理，前锋这一把的话，张玉剑其实球不多了。这一把有可以压满说压满救，或者说干脆压满不救。看一下这边，九霄这边卡着，他是确实要压满救，然后那边是上气和婉婉调整一波状态。哇，这个护腕还是远弹的。哇，哎呦，夹了一下，开了一个二阶，开二阶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必须救，救完看张玉剑往哪里拉，我建议直接往墓地拉算了。哎呦，但是没有地方好倒，要不倒独洞吧？哎，等会九霄这个走位没有弹护腕的机会了，双倒了呀！他，那先丢下坟场，看看张玉剑的一个位置，在墓地，应该是看到了，同时也看到了婉婉。对，那你这样的话，等到，不过还好，他这样的话，张玉剑其实还能再多拖一会儿时间。哎，是的，把洞打掉，然后翻窗进去，但问题现在婉婉也不能踏踏实实的修啊。对，看再丢坟场能不能找到张玉剑的位置。看了一圈，哎呦，没看到，看到，那这样的话约等于没有双倒啊。对，一会儿的话就把九霄的自己时间拖出来了。对他这一会儿只要能把九霄这边的一个状态的拖的时间拖回来，对，这样的话现在对，这个四舍五入是一波正常救人。比正常救人还是略赚一点，略赚一点。他毕竟是前面多时间了，对，出来了。这边婉婉的话稍微被干扰一下，但这一波的话，前锋已经上挂飞了，因为是的，压满救的。说实话的，对，说实话的话，其实九霄和上戏两波机会都不该给，对，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调这个状态了。而且现在有个什么问题？你当时那一波，其实我当时在想，如果说藏得好，然后当时阿福不出来找人，直接这波卡满，直接卡满不救，卖了，对，他没有二阶，必出二阶，对，他救的话必出二阶，何况说当时上戏在中场。先知这边给到这边，哎，这边九霄主动站出来了，一个佣兵，两个护腕，你追不追？前面一个，哎呦，赶紧直接将护腕弹走了。再丢一个坟场，看一下位置，还是没有找到其他人，感觉。这里。然后这边，哎呦，一个二阶雕像拿到了。前面一个交互夹没有夹到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九霄自己的话手里还只剩一个护腕了，这个佣兵你要不要再去逼一下？哎呦。
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大一场已经被我们的大一场给占据了。看一下那边没有人上戏，也不敢去修了。先丢坟场，确认一下。地量的话，感觉还是没有看到上戏。对，他是要先看一下墓地这台大一场有没有人去碰。对，又开始站中场。对，阿福的经典套路，我站在中场，一台大一场，我四周去辐射。是的。你们谁敢去动？ 看一下密码机在抖，上戏那台墓地的大遗产感觉有机会补掉啊。这话不应该不能去抢，上戏的话，二阶，没有合成，躲了。对，这一环的话千万不能再给到突破口。还好，这边也是一个坟场丢过去，雕像都用完了，没有找到机会。这边有个什么想法，我建议的话，其实可以九霄这边先去翻个箱子，看一下调整一下自己所有道具，然后想办法让祭司在中场边缘稍微给点压力。 其实他刚刚把佣兵的道具逼迫完了之后，直接追佣兵，对，会好一点。对，会好一点。对，其他人的话不会那么轻易的去露面。确实。哎，那这个九霄的话，现在开始追佣兵了。他要是，对，我要没看错的话，他好像是带了个单弹的感觉，好像。看一下上戏这边来中场了，头跟掌看了一下婉婉，婉婉这把有大时间动了，对，所以说不能给到机会。 除了佣兵之外，其他人基本上不会给到你脸贴脸的机会的，是，只能说你丢坟场，只可远观。对，但是现在这边求生者要做个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必须要安排个人在中场给到他耳鸣，给到他压力，最好是那种就是哎若隐若现没事露个头这样子的。哎，九霄那边摸了根针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状态，这个还挺欧啊。哎，确实，半血魔针，对，摸完针之后再考虑其他位移性道具嘛。确实确实，就换我的话，平时就摸香了。不过佣兵摸香也还行，也还行，也还行，对，香奈儿接受。 那这样的话，九霄这边把自己扎好。哎，上戏这边的话是有意的往墓地去牵制。对，阿福这边感觉现在节奏不对了，在中场给你站着拖着拖着拖着，这所有人状态都好了。对，哎呦，两下直接秒了，秒啊！上戏直接带走。哎呦，那这边的话，赶紧要贴过来救啊，因为佣兵现在手里是没有位移道具的。是，如果说被拦。 他如果说手里没有道具的一个佣兵的话，对于九霄来说的话，其实这波救人是有压力的。哎，九霄这边的话，直接在墓地门旁边的双板两板一窗去卡着。是。这样看看能不能阿福能不能去嗅到他的位置。如果说提前拦到的话，真的很难有机会，因为这台密码机的话还差将近一半呢。讲道理啊，其实阿福这会儿的话，直接投个二阶坟场定个位会不会好一点？哎，对，因为有耳鸣啊。对，而且他手里这个雕像是满的，他不怕去用。 对他现在的话也可以，他选择坟场干扰一遍。哎，婉婉为什么不过去呢？他直接是站在洞口，被夹成了半状态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上戏你可以救，密码机你不许修啊。上戏过半了，我让你救，等一下，假装让你救，实际上我回来去处理这个上挂飞的上戏。是，但是你看能不能快速的处理掉呢？对，因为现在哎，佣兵接到了这个二阶坟场。哎呦。 其实现在九霄扛刀就可以了，拖上戏，在婉婉那边密码机马上就能压好了，直接传送过来。刀脸上，哎，这一环走走了。这个底牌交了的话，还是要拖下一个传送。对，拖得对。这个位置你是不可能再走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给到九霄和上戏的选择是找一个安全的角落，先把状态回复好了。没错，现在的话不是站中场了。对。 反正就站在最后一台遗产，然后抽魂场。婉婉虽然说祭祀半状态，但他手里只要有动，我直接打一个长直过来给到你压力。对，不敢走，确实不敢走。这边丢坟场，看看能不能准确。哎呦，丢到了，准啊！这样会不好说了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击倒了，无论击倒谁，你不敢过去捡。对，你还是有压力。对。哎呦，但是九霄击倒九霄，好了，那现在的话就延缓了一波求生者去调整状态的时间。 这边是选择要直接追婉婉，因为知道先知第一时间不可能赶过来。是，不过婉婉在独栋啊，感觉很难追啊，能不能骗下来？没有骗下来啊。这样的话，双方可能进入一个拉扯。对，阿福的话他也不敢深追，他要等传送，对，他要拖传送，他要先把这个传送拖出来。哦，哎呦，一下，不能双倒，这一波如果双倒出大事，哎呦，双倒了，那要过去捡这个人吗？但婉婉就在那边给到压力，敢不敢捡？ 哎，假装过去，婉婉这边过来了。怎么说？哎，阿福，阿福，但是他手里雕像不够啊。对，他觉得一组纵横雕像不一定能处理得掉。是的，哎呦，主要这台密码机实在是太多了，一听课都不敢走啊。他听这个声音，他慌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给到说九霄或者说上戏，哎，那这样的话，九霄先交自愈。对，婉婉这边独栋一定要牵制起来下去。手里没有动。没错，这边九霄要先去和上戏调整一波状态。其实这一环不要急，九霄和上戏把状态全部调整满之后，阿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婉婉吃了一个二阶雕像，前面继续上二楼。对。
那阿福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看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把这个婉婉处理掉，然后尽量的挂回一点遗产。但是你这边听完里边手里是个传送，即使是一个一甲岛的祭司，你也不好处理。你的坟场前面用的太多了。哎，又躲了一个二阶雕像，往往这边走位很秀。这样的话有没有机会？这个秒合成，但是没有直接夹倒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那边的状态马上调整回来了，已经。是的。面对一个满状态的先知，满状态的佣兵，阿福怎么处理？挂地下室？挂地下室吗？这样的话可能是考虑让九霄的佣兵过来救，然后对去压最后一台。有可能去打一波首乙节奏，但也有可能让他直接传送。这样的话就让他们难以去接近婉婉，是第一时间救下来。这边还能拦到两个人，但是没有看到，但是好像没有看到。等一下，来了，救到了，看到九霄了。九霄那被拦住了呀，对，而且手里没有道具啊，对，没有位移道具，一下有了，要被秒了的话，这样的话上市赶紧回去，两下打进，三下秒了，密码机没有碰到，还要回来管，还要回来管上戏，因为九霄是教过自己的，九霄是教过自己。其实阿福的话，他如果观察仔细的话，他明确可以知道说九霄当时是先起的，对，当时上市没有起，那九霄一定是教过自愈 的。哇，那这局要奔着四抓去了，这把应该是已经死局了，没有办法。婉婉这边祭司在地下室只能白白流血流完，而九霄这边起不来，打一道先知，给到的话密码机能不能抢开？但是这个时间感觉还有点极限，他在对，因为密码机还是差，他并不是压好的。丢分场怎么说？我下打到。夹到一下，前面不了了，一定不能过半了。还是砸了个头，大龙回来能不能开这个密码机？想先再吸鸟吧，再吸鸟。这个鸟即使吸出来，这个密码机也不好碰了。哎呦，又躲了一个二阶，前面能不能翻过去？感觉隔窗到了呀！极限刀器隔窗打倒。我的天！我的天哪，这把阿福雕刻家太秀太秀了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个。